本来因为我今仔只无打，我用个颔棍甲摕落来。以前颔棍有打，拢袂当摕呢。前方测速照相速限70公里，继续行驶2.5公里。只要听讲七十公里的吼，2.5公里叫高个高个啦。咱拄好第一边来，只我倒弯得去，一个在去修理工程车车遐在右转的啦。拄好迄阵来啦，第一边在倒弯啦。条线路在倒啊，其实对啊，这边比较细啦。迄阵来到这应该我改个捷运站啦，吼，有捷运站，较袂带去带去各地迄边块是是，迄边路比较好走。来到就交伊到了啊，个。在。啊无，我一开始就甲设定啊。对啦。看有无啦，有就对啦，有就好行。捷运站，老公，我差不多在帮我。啊，人家快光灯。甲往前同这个方向，所以阿爸确实堵路啦，较紧。我着去叫阿爸确实堵路较紧。咱是拢无共方向。成功了。成功了，即在底啊。右转入去。吓啊，入去内底就成功了，搁在公路边啊。